参加从7月2日至4日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行的2024年国际饮食展，越南企业已向国际消费者介绍了各类干果、榴莲味茶、榴莲味咖啡、蜜蜂茶、腰果、罐装饮料等越南品牌的产品。 题为“激发食品行业的从业热情”的2024年马来西亚国际饮食展，吸引越南、中国、韩国、泰国、日本、土耳其、印度、法国、菲律宾、俄罗斯和部分中东国家参展，共设约1000个展位，涵盖食品和饮料、海鲜和渔业、清真食品、蛋白替代品等。越南在此展上设立5个展位，介绍各类干果、榴莲味茶、榴莲味咖啡、蜜蜂茶、腰果。 罐装饮料等越南品牌的产品。参加该展会不仅有助于我们开拓新客户，还能进一步巩固与马来西亚现有客户的关系。对于越南企业，特别是食品和饮料出口企业来说，这是进军马来西亚市场的非常好的机会。通过该展会，越南企业有机会同世界多国的进出口企业、分销商等接触，从而寻找合作商机，有助于将越南产品推向国际市场。